大家好，我是小小折纸手工。今天我们来折一艘乌篷船，折好了还可以放水里玩。我们现在就开始，准备一张正方形纸，先对角折出交叉折印，这个角折到中心点，重新打开，把角折到折印上，再折一下。 四个角折法相同，翻过来，上下边折到中线，四个角折到中线。 这里再次折到中线，这个角也折到中线，两边折法相同。这里往两边掰开。 翻过来，两个拇指同时往里推，两头方法相同，小船这样就折好了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快来折一个吧！